大家好，我是田伟伟，今年10岁了啊，现在是百度音乐人，在各大网站搜索田伟伟，就能搜到我很多作品。我今天呢录一首《玲珑塔》，然后呢还是后面最后一句话，喊得不好多批评，唱得不好大家多多见谅啊，送大家个喜欢吧。九成清，500年情情一动，总共4500冬。老僧抱有八徒弟，这八个弟子有法名：大徒名叫青头愣，二徒名叫愣头青，三徒名叫孙三点，那四徒名叫点三僧，五徒名叫蹦蹦万，六徒名叫八蹦翁，七徒名叫风随化，那八徒名叫化随风。老师傅叫他八徒一说，八仙过海点其能，青头愣会打青，愣头青会掌中，孙三点会吃果，点三僧会放生，蹦蹦万会打鼓，风随化会扫地，化随风会点灯，老师叫他换一换，要想换过来是不可能，青龙打不了青龙镜，青龙镜到不了正中，三角点不了点三正生，风不大打不了八门鼓，八门练了换了金，换了地风大也点不了换风的灯，老师傅一见有了趣，要打徒弟整八名，眼看八徒要挨打，外面走来五位僧，五位僧人把情讲，把他们去数玲珑塔，玲珑宝塔13层，数完单层数双层，谁要数过玲珑塔，把他们一起总结名，玲珑塔怎么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张高桌4条腿，那一个合掌一本经，一个绕过一口气，那一个梦圆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整4两，西花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3层，3张高桌12个腿，3个合掌3个经，3个绕佛3个圈，那3个梦圆3盏灯，3个金铃12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5层，5张高桌20个腿，5个和尚5本经，5个绕佛5口圈，那5个梦圆5盏灯，5个金铃20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7层，7张高桌18腿，7个和尚7本经，7个绕佛7口圈，那7个梦圆7盏灯，7个金铃28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9层，9张高桌36腿，9个和尚9本经，9个绕佛9口圈，那9个梦圆9盏灯，9个金铃36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11层，11个高桌44个腿，11个和尚10本经，11个绕佛11口圈，那11个梦圆10盏灯，11个金铃44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13层，3个高桌52个腿，3个和尚3本经，3个绕佛3口圈，3个梦圆3盏灯，3个金铃52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连层数来往回数，接着咱们数双层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12层，12个高桌48腿，12个和尚12本经，12个绕佛12口圈，那12个梦圆12盏灯，12个金铃18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10层，10张高桌4条腿，10个和尚10本经，10个绕佛10口圈，那10个梦圆10盏灯，10个金铃40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8层，8张高桌3条腿，8个和尚8本经，8个绕佛8口圈，那8个梦圆8盏灯，8个金铃32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6层，6张高桌24腿，6个和尚6本经，6个绕佛6口圈，那6个梦圆6盏灯，6个金铃24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4层，4张高桌16腿，4个和尚4本经，4个绕佛4口圈，那4个梦圆4盏灯，4个金铃16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2层，2张高桌8条腿，那2个和尚2本经，2个绕佛2口圈，那2个梦圆2盏灯，2个金铃9八两，西风一刮嗡嗡响，小门小门小门门，僧人正数玲珑塔，抬起头来看分明，天上看满天星，地上看一个坑，坑上看
毛僧，僧前看你们一本经，屋里看你们点着灯，墙上看你们钉着钉，钉上看你们挂着弓，看着看着花了脸，我们心欢心软似大风，说在了风里好大的风，十人见了九人惊，刮散了满天星，我们刮平了你们地上坑，刮坏了我们空上钉，刮到了我们风上松，刮飞鸟你们风上钉，刮跑了一老僧，刮碎了我们一本经，刮灭了屋里灯，刮掉了墙上钉，刮翻了我们钉上弓，喊了一段玲珑塔，喊得不好多批评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，喊得不好多批评啊。